雄市三十多位慈济志工化身搬运工，今天要协助关怀个案搬家。他的房租到期，那需要把房子还给房东。那经过我们协调，房东也同意哈，让我在今天这个早上的时间，发动了社区所有的师兄师姐都一起我们这次来参与。今天的人数超过我们预期，牺牲大家的休息时间，一起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跟任务。关怀户住老旧公寓四楼，父子相依为命，都领有金帐补助。住家没有电梯代步，志工只好用接力方式小心翼翼搬运。三十几个用接力的那个方式来协助安家，帮他们整理房那个东西，还有做等于是清扫的动作。付出辛劳的过程，我也觉得很快乐，因为给自己心里不只是有帮助到其他人。心里得到一份充实，所以我还蛮感谢，就是有够参与这次的活动。这边再跪一下，关怀户深受志工动员协助感动，趁着搬家把家里部分物品捐出当作义卖品，要把志工给予他们的爱再传出去。大爱新闻曾宪美志工高雄综合报道。